大半夜不睡觉折腾什么呢？马上就好。什么马上就好？你还是继续打算跟他们交往是吗？我不是跟你说算了吗？我想了一下，还是不能意气用事。为什么？你看啊。 这苗苗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吧，琳达才4岁，就能说三国语言了。这星星、爸爸妈妈都是海归回来的博士后，还有那个威廉，据说他爷爷呀，好像是当年上海滩的一个什么特别有名的一个家族呢。嗯，你说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 你说我们花那么多钱找那么多人让雨薇上这么好的幼儿园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他能够在最好的环境里跟最优秀的同龄人一起长大吗？所以我想了一下呀，跟苗苗妈妈他们的关系啊，还是不能断。芝芝，明摆着，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圈子的，你这么使劲往上贴。 不累吗？为了雨薇，不累。随你便吧。哎，怎么能随便我呢？你得帮我忙。我听说啊，这苗苗姥姥也是交大毕业的。明天啊，你跟我一起去接雨薇，我呢把饼干给苗苗妈妈，你呢帮我跟苗苗妈妈拉交大的关系，这事儿啊我就算过去了。我不去。哎，必须去。再说了。 我们没有跟人家打招呼，就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，本来就是我们的不对。我们得给人家道个歉啊！早知道上个普通幼儿园多好，哪来那么多破事儿？哎，北洋，这普通幼儿园的硬件设施有那么齐全吗？有一对一的辅导吗？会经常组织校外参观活动吗？老师都是高级幼教吗？课余生活教的是围棋吗？学费不也跟那摆着呢吗？ 还没，正在研究汽修知识呢。哎，我推给你那个配件的代理商，你跟他们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另外你联系了几家？行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你也是，晚安。 韩总，我考虑好了，那个组长我不能当，这次我也不参加晋升校车总监。那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！我还年轻，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。袁杰挺不容易的。
而且以他的能力，还有对绿宝的贡献，足够胜任销售总监这个位置。 是不是颜慧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李思雨，你们私交不错，嗯，你来表个态也是应该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吧。我不是来表态的，我是真这么想。那我之前的话不白说了吗？ 潘总，我知道公司需要竞争，但是有些事儿我真的做不了。你做不了，并不等于别人做不了，懂吗？不一定非要牺牲自己才能成全别人，在我这儿没这个道理。潘总，我还是坚持。我知道，你下去。 喂，能不能帮我再约一次，好不好？最近我都有空。嗯，好，非常感谢。请进。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我不当组长。 也不参加竞争销售总监，那老潘怎么说？他把我赶出来了。那你不是跟没说一样吗？思雨，公司对于员工的委任是一定会征求员工的个人意见的，只要你咬死了不答应，就算是老潘。 他也拿你没办法。那我晚点再去找他。行吧。进来。袁倩，怎么了？说。说呀。那个，公司刚刚发了最新的通知，是关于……什么通知啊？ 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决定如下：将现在销售部所有人员进行分组，将销售部优秀人员袁慧中任命为一组组长，李思雨任二组组长，组长、组员双向选择。任命的组长需自愿担任本组组长。那袁姐，我先出去了。 出去开会了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有事的话你打电话给他吧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今天见潘总的时候，说的是不愿意当组长吗？你怀疑我？我也不想怀疑。 可事实摆在这儿，事实就是我输了，我不当。你要不信的话，等潘总来了，我们当面对质。思雨，思雨，我们认识7年了，我不仅把你当徒弟、当下属。 也把你当闺蜜、当姐妹，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对我也毫无保留。的确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我真没有。什么都别说，我相信你。
既然潘总看好你，这个组长你就好好当。燕姐，我是真心的。潘总已经决定了，公开抗争也不好。潘总还是挺有眼光的，你的确有当销售总监的潜力。但你是最合适的人选，袁姐，你放心吧，这次我给你陪跑。我也没看错人，你放心，等我当了销售总监，一定继续罩着你。敬一下我们亲爱的一鸣，欢送他。好嘞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老大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先休息两天，然后一边休息一边看有没有合适的。以我们老大在圈内的名气，那不得后面追着屁股要啊？现在有很多家公司在门口排着队吧？一定都排到我外滩。那何止外滩，现在高架上全都是的了。行行行，差不多得了。怎么样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唐？谁？唐总。哦，同里的那个老总啊。对啊。他们公司现在缺一个策划总监，让我问问你感不感兴趣？算了，工资待遇都比你现在要强。对啊，他可以的。对，我们下次可以约一起。还是算了。这么好的条件，一点没希望啊！你们俩一起。我从财经是主动辞职的，那我起码得去一家比财经更强的公司吧。也是。浩文，跟老大嘀咕什么呢？有什么大点声说。对，嘀咕什么呢？同里公司的老唐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印象。那跪着求着一鸣去他们公司当那个策划总监啊。他们俩肯定不会去啊。对呀，他根本看不上。是啊。那当然，老唐那公司就一路边摊。完全同意。老大的才华在财经都已经屈才了，对吧？那换一间公司的话，无论从年薪和职位上，都得比从前更好，对不对？必须的吧？这还用说？那必须的。哎，老大，到时候如果是去到另外好的地方的话，一定别忘了我们兄弟们。对，老大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立马投靠。投靠，投靠，投靠，投靠。我投靠你，投不投靠？投不投靠？投不投靠？你肯定跟着老大去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如果好了的话，我一定会记着大家的。行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永远都是老大。咱们约的是4点是吧？是，都过了15分钟了。难不成他是想赖账？没准儿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早就到了，跟师傅一聊，把时间给忘了。王总，你也到了。啊，杨克，我刚跟维修车间的师傅聊了一下，很有启发。定损单。这个是蓝先生的定损单。啊，那咱就先看蓝克的。哎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几处划掉，我负责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几处就不是这次事故造成的，估计之前维修过，不能算我头上。哦，还有这个，部件换一下就好了，不用整个都换。哎，还有这个啊。硬件老化也要让我负担啊，兰克，咱修车归修车，不能把我搞得倾家荡产是吧？这是
哪位师傅跟您说的不用更换的？钟师傅、曾师傅、梁师傅，你们这儿修车技术最好的三大巨头。那个 Vivi， 把钟师傅、梁师傅跟曾师傅请过来吧。好的。哎，您这包最多只能算九成新，现在这个工价都好贵了。那是在专卖店，我们这是二手店。我这可是今年的明星款，22000。这个现在全国都断货了，22500。我这个可是最难买的颜色。25000，不能再少了。那让我再看看。你轻一点啊，师傅。是你们跟这位女士说的这些配件不用更换的吗？车主懂行，就照实说了。他们几个不是一起的吗？哎，不关他们的事啊，是我瞎编了个身份套他们的话。哎，我能理解你们 4S 店得挣钱，但这钱得挣得有理有据啊，这不该我负责的，我肯定拒绝承担啊。到底怎么说？先回去吧。好，走。蓝先生，我觉得吧，这位女士说的确实没毛病。行，就按他说的办。好，这样算下来起码能省7万多。哎，对了，我在你们店办了卡，充了值，工时费还能打8折，起码还能省1万多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做销售的。哪家公司啊？绿宝。那家新能源电池公司，您知道呀？听说过。哎，王总，您要买电池找我，我给你打折。先说说车的事儿吧。好。王总，您这车得换件儿。因为全都是原装进口的，所有配件都得从德国发货。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走我朋友的渠道，价格很优惠，质量方面您放心，肯定保真。我的车不用你修，费用也不用你出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明明是我的责任。你就负责那个先生的车就 OK 了，有保险。这样的话，您明年买保险就没有折扣了。叫李思雨是吧？嗯，加个微信啊。好。那我就不叫您王总了，叫子如姐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思雨，你挺能干的。这不是被钱给逼的吗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被钱逼出来。在这签个字，我就给您付款。你让我再看他一眼。车的事儿搞定了啊。老地方集合。我不卖了。姐，怎么啦？姐，姐，我们在谈谈啊。现在已经砍到10几万，我都佩服我自己啊。少了这么多钱呢？都怪我们家雨薇从小学上到大学了。得亏子如姐大度，得亏人家有钱。
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个有钱男朋友了吧？为富才人呢。请问你的有钱男朋友在哪儿呢？在飞奔向我的路上。丁主任家，委婉的讲哦。那13万，你已经付了？嗯。那，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呢，虽然是我惹的祸，但是是陈一鸣求婚起的头。那13万，我俩一人一半吧。你有钱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把这个包抵给你啊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把它赎回来。你慢点啊，伺候不起你这高档货，自己存着吧。啊，那行，那就先放我家啊。但是，在我赎回来之前，这包所有权是你的，芝芝作证。所以姐啊，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我那还有点呢。你也行了，领完那奖金，留个余额吧。不过说真的。黎明哥这次能够帮你赔钱，真的很难得。别再犹豫了，下次跟你求婚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有这个对你全心全意的店小二了。黎明对我，那是没话说。但我总有种要被控制的感觉。我还有很多事想要做，我怕失去自由。自由。你就总是想要自由，人家才会担心你花心，才想早点跟你结婚。我花什么心？你每天大酒客户，你让人家怎么想啊？像陈一鸣这种暖男、型男、直男是刚需。你得珍惜。芝芝，你就不要管他，等他哪天被陈一鸣一脚踹了，他就不作了。一鸣啊，嗯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前两年我的公司扩张很快，当时真的是求贤若渴。但是这两年市场的变化很大。什么变化？不瞒你说吧，我前两年开的那些公司啊，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关了80%了，我还在继续收缩啊。所以对不住了。没关系，朱总，我理解。这样好吧，你的资料留在我这儿，我看看我朋友那边的公司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一定留意。至于我的公司，真的是无能为力了。那就麻烦您了，朱总。那我就先告辞了哈。哎，朱总，要不然吃完饭再走吧，刚好也到饭点了。我还有事儿呢。我餐都已经订好了，要不然我可以催一下他们，让他们……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我知道这里的位子很难定。这样好吧，如果我帮你找到了好的工作，你再请我吃这顿饭。今天我吃了你的这顿饭，我感觉食之有愧。那就再见了。好，再见。嗯。繁华餐厅，你直接过来吧，我已经到了。严妈妈，你来呀？还来这么早啊？今天正好没什么事嘛，就早点。今天穿的好漂亮了，还好吧 ？Hello， 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哎，严妈妈，你好呀！严妈妈，你们来这么早啊？我给你们做了点饼干。星星啊，喜欢吃抹茶味的。哎，好嘞，星星的。威廉啊，喜欢吃巧克力味儿的。哎，琳达喜欢小熊，我们家刚好有小熊的模具。
谢谢啊。哎，袁妈妈，你不是在减肥吗？我正好给你做了无糖的，给。谢谢啊，太有心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小熊饼干真的蛮可爱的啊、哦。这位是雨薇爸爸吧？啊、哦，哎呦，第一次见啊、哦！你好。苗苗妈，她也是交大的，跟苗苗外婆是校友呢。我是04级的，请问老人家是哪级的？我妈是康奈尔的。哦。哦。记错了。不过我外公算是交大的。请问老先生是什么专业的？他不是学生，他是校董。这样这样。你都不知道我外公叫什么，你久仰什么呀？哎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布置现场，我一个人可弄不来了。那个 party 啊？啊，布置什么现场啊？啊，我们下个月呀、啊，想搞一个我爱妈妈的 party。好呀，我们想把这个 party 啊搞得时尚一点，但是就是人手不够。哦，我可以来帮忙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倒是蛮好的。到时候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那我们再碰一下。好的，那回头我们再商量一下啊。哎呦，哎，孩子们出来了。哎，出来了。苗苗又加我好友了，还把我拉进经营群了，说明晚上要一起开会商量 party 筹办的事儿。至于兴奋成这样吗？他认了选择，走自己的路线，是这个意思？那怎么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你之前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你来负选择，你就应该说到做到啊。子龙姐自己主动要求帮忙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。然后你就心安理得的，让人家自己承担明年保险的折扣损失和欺诈风险。再说了，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，你说欠这么大一人情，合适吗？这么多钱呢，这得卖多少电视才能赚回来呀？思远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笔费用我来出。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你辛辛苦苦挣的。但至少图个心安。这么多钱啊！建议我们多关注，电池这块的一些技术。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子如姐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，思雨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修车的费用还是我来负担吧。吃饭没问题，修车的事咱们就不说了啊。那你明天有空吗？行啊。你定好地方发给我吧。得嘞，明天见。你一年年薪也没多少，凭什么说一年就能把这笔钱挣回来呀？我厉害啊！哎呀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让公司给我涨工资。那就祝你升职加薪。谢谢。那你明天陪我一起去啊。
说了，他愿意赔保。白纸黑字的合同都有人违约，更何况是口头承诺呢？哎呀，李思雨，他不至于。那我问你，今天白天你要跟他划分团队，他为什么不答应？这次我给你赔吧，你坐吧。思雨，这个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销售部所有的人员名单，你选选。我选？啊，你当了二组组长，手底下得有人啊。除了一直跟着你的谢小天、刘小佳，其他的你也看看。这几个是一直跟着我的老人，暂且先给我留着。这个，哎，云姐，公司说的双向选择，咱俩在这儿把人选的不太好吧？还让他们自己选吧。那不得乱套了？万一他们都选了我这组，或者都选了你那组呢？首先，他们不会选我吧？再者，总有个先来后到。只要你的组的人数够了，他们选自己轻点。去不去？说是想到我们组来。玲玲，嗯，那个三大女神。对呀，袁姐不让她走了吗？是，袁姐当时规定连续三个月没有业绩自动走人，但是现在的销售部已经变天了。我觉得吧，如果你愿意要她，她至少还能再实习三个月呢。算了吧，她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要她干嘛？好吧。那我就回了他了。嗯。啊，对了，行政部已经给准备好新的办公室了，在那边。是吗？嗯。啊，司仪姐。走。当当当。怎么样？司仪姐，行政部说了，如果你哪里不满意，再找他们做调整。嗯。袁姐来了，我先出去了。袁姐，哎。袁姐，怎么样？都收拾好了吗？还缺什么跟我说，我那儿什么都有。不用，行政部帮忙张罗的。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今天还要输液吗？下班还是我陪你去吧。哦，不用，我一会儿就去医院做检查。嗯，但是宁波有个客户让我继续去谈一下合同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跑一趟？这事儿就差临门一脚，别人去我不放心。没问题，交给我，保证把合同给你签回来。谢谢，我已经让子婷给你订了十点那班车。好。还有什么事？我没事，我先走了。
大学毕业后只在财经一家公司干过。对，我这个人比较恋旧。陈总，你是浩文的朋友，那也算是我朋友了。我就实话实说了啊。行。职场跳槽最佳时机呢是3到5年，你这时间有点超长，工作10年都没有跳过槽，我不敢向我的客户推荐，他们是不会要的。企业难道不需要忠诚度很高的员工？对，忠诚度是很重要，像那种一年跳一次槽的那肯定不行，但是企业发展也需要一些有活力的人才。那除了工作年限以外，其他的方面呢？现在招聘市场上最抢手人才，要么是年轻的有新鲜 idea， 要么呢就是给企业能带来资源，一般的都是总监级别以上。综合您的年龄以及之前在公司所处的职位，这不上不下的确实有点尴尬。你别介意啊，个人说话有点直。也不是说不能找，就是薪资待遇这一块估计达不到你的预期值。那您觉得我应该是报多少呢？20万年薪。对，这离我预期差的比较远。现在市场行情就是这样。喂，玉林，快，恭喜我！怎么了？又拿下一单。那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！你没在公司啊？我在啊。你们公司放这么骚气的背景音乐？我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馆约了一个客户谈事。晚上不会加班吧？哎，你别忘了啊，明天要请你吃饭。我现在去高铁站，然后下午到上海，去公司出点事儿，没事了。你有出差啊？啊，我在宁波。我怎么记得你好像没有宁波的客户啊？袁姐的客户，我过来帮个忙。袁姐还需要你帮忙？她走开啊！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没有啊。你能有什么没有？你是不是又觉得我没时间告诉你啊？没有，咱能不能别这样啊？我就是临时有安排，没顾得上告诉你。几个小时打个来回。我真的没事儿。行吧，那我挂了。回来后马上去一趟人力资源部。哦，嗯，给我吧，帮我放一下。嗯，谢谢。静，请坐。你来挑选一下你们二组的吗？我挑，不是双向选择吗？你先看看名单吧。啊，这是销售部全体吗？不是，一组的人袁姐已经选完了。就是说这些都是剩下的？对。那我还有什么好挑的？胡总，我先走了。
姐，姐，一组组员名单已经定了，有黄碧波、筷子、阿福、周志宇、杨田，还有张佳琪。我知道了。但是我听说，今天咱们出门之后，袁姐可是一个一个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谈话，并且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签字表示愿意跟他。真的？所以现在除了你，销售部业绩前十全在他那组了。姐，你不会是被调虎离山了吧？你还好吗？听我说说最近的消息，一朝一夕，有的甜蜜，有的无力，还有一些无从说起。这么久已经学会了放弃，放弃执念，放弃眼前，放弃贪欲，却从未想过放弃你。亲爱的自己，听听内心声音，孤单的世界里，小心翼翼，痛了才学会珍惜。亲爱的自己，用尽全部力气，怀念从前日子里简单的你，把困难化作勇气，人潮拥挤不退避。成长难免伴随挫折围绕，跨越困难的最好的办法是微笑。你给的所有惩罚害怕吗？全都收下吧，那些关心真破甲，曾过不去的伤痕也不过只靠伤疤。我们如此嬉笑又如此坚毅，偶尔计较又偶尔坚定，成长过有迹可循，原来是留下的踪迹。曾经一直追逐的背影，终于回头把我抱紧，还是那熟悉的你。信心，寻找当初的自己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天空终于放了晴。